背背背包包。什么背包？背背包包。背背包是什么？外背包背。外背包背。外背包背。哎背包。哎背背包。哎背背包。哎背背背包。你也是精神小伙。哎，没错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精神。跳劈层可以吗？阿爸爸，好的，阿爸爸爸 ，OK， 豆豆，哈哈哈哈哈哈 ，OK， 阿爸爸，哎，我们先打架好不好？先打，然后再收。可以可以，阿布阿布，谢谢阿布阿布。一号，你是什么新人啊？喂喂喂喂喂喂，爸爸。哦，你是那个月球来的，是不是？耶耶耶 ！OK OK， 那二号呢？二号哪边来的？广东的，没广东啊，地球人啦、啊，没有特色，没有特色。我是随心的，我是随心的呀。你是随心的？你跟那个随心侠认识吗？哦，他呀，他经常来我家喝茶。我叫水星大憨憨。OK， 你怎么跟我长一样？这个世界太小了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射你一下你的这个水的这个中心点吗？别动一下，别动，我射一下。越靠近世界的中心，就离我越近哦。What？ 妈的，没弹药怎么样？哦，是吗？是的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先别动，先别动，你这样我射不到你的世界的中心。我不在你那边呢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三号啊。哦，你是三号啊？你为什么假扮成二号？嗯，我不仅是个精神小伙，还是个大憨憨。啊？你会什么？你说、哦、我睡觉的时候会打憨憨。哦，你睡觉的时候会打憨憨？哎，对，是个奇怪的地球人。嗯。那我们这边有只有二号是地球人吧？是不是？哦，应该是的。二号是阿伯。广东人你会说话吗？广东人，靓仔你在吗？靓仔，靓仔你好啊，靓仔，靓仔你在吗？啊，这个地球人把我们屏蔽了，因为他听不懂我们阿伯不，阿伯阿伯。妈的，怎么周周浩也放出来？哦，他啊，我帮你解释一下，他这个是他们这个水星世界的国歌。嗯。哎，地球人，光洞是地球里面最聪明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是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地球里面最亮的亮仔就是光洞人？哦哦，水星的最亮的仔。你是最亮的仔吗？那你跳个舞我看一下，你跳舞、啊，我看一下你的那个性能好不好？拜见啊，拜见啊！哎呦妈的，好像中风了！哎呦，不好看吗？不好看，很像在 key down。What？ 哦，那真的糟糕，真的糟糕，这样不行啊！你有水晶吗？我有、哦，我有、哦。那我要给你野蛮人的鸡鸡。哦，别舍。哦，我收到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哦，你兄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地球人都这样对待别人别的国家的吗？说说看，三号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帮你除草。除草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下面的草特别的茂密，特别的卷？一号，我想听你的原因哎，一号，可以吗 ？Number one， 拜拜拜。啊 ，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Number one， yeah yeah yeah。What？Number one， 花子有 name。我的意思是 Dave。Dave， 哦，戴夫是不是？史蒂夫和戴夫都在全球投资经济。戴夫学着，戴夫学着这个巫师四十级，史蒂夫负责什么东西啦？史蒂夫和戴。戴夫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农场主哦。二号，你跟一号认识吗？我们三黑。哦，你们三黑啊！
那为什么一号那么调皮 ？Rabbit， 为什么？我们三个都调皮。哎、欸，你们好可爱哦！你们三个都广东人吗？哦、oh, ，是的 ，Rabbit。可以，所以你们是 classmate 吗？哦、oh, ，是的。哦，哎，你这个上厕所的话，这样子会比较方便。哦、oh. ，你不要叫啊，要。你要忍住，你要学习一个克制的男人。我再射一箭，但是你不能叫，一号别动。啊，别！哎呀，可以啊，兄弟。你们在宿舍吗？还是在家？在家。哦，可以。你的家距离地球有多远呢？有个2000光年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，只因我爱着你发慌。爱是一道光，绿的你发慌，绿的你发慌。我学习到了，所以光年是距离。那速度是怎么形容呢？可以教我一下吗？我想要学习。速度的速度还是速度不是那个吃的那个速度，不是。光速太快了，我只有音速。你只有音速，所以你是音速小子吗？哦，我是电子小子。电子小子，专门电人的吗？哎，你没有看过电子小子吗？电子小子是什么？电子小子，你百度一下。我是台湾人嘞，兄弟。哦，你是台湾人？对啊，台湾人。我不是，我是月球的台湾人，月球也有台湾分布的，知道吗？那你会说台湾腔吗？台湾腔是腔，台语是台语，闽南语是闽南语。你是要我学台湾腔，还是要我讲台语？两个都来一下吧。台语的是我跟你讲啦，我台湾人啦。你打我的球？不是，是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。对，这样就对。哦，你是在放鞭炮迎接我们吗？方便啊，我没有哦，我没有放鞭炮啊、哦，放鞭炮。哎，伙计们，来车了！哦，是的，是一辆车，没错，是他。游侠来了，有点难嘞、欸。我好像射到嘞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魔法师、欸。他们射过来。不要！你为什么想把我杀死？哦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打死了。兄弟，我要切换成正常模式的，我要认真的。我看到在 N1， 哇，这个炮路线好远。这个模式不能杀自己，也不会杀自己的、啊。哦，你说怕伤到自己了？下去干嘛？哎，走！哎，我看到他的位置了，在130，冲不冲？咱们一起上，Let's go！ 有车。一号声音好震惊哦。不溜不溜不溜，一号是学霸。一号是学霸的，谁的谁是的冰淇淋，记得欧巴的靠谱。要不得，我不死了，好痛、哦，完蛋了，老哥，他要砍我的屁股了啊！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我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